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杨哥哈。今天粉丝找我去买一条那个比格犬哈，咱现在就去哈，因为看到昨天的视频是最低价700，咱看看今天能多少钱能拿下哈，我再给老板去盘去啊，走。对，选这个公的哈。看看啊，咱把这条公的给拿下了哈。昨天那条公的抓走了，这个兄弟说的也要他家的比格哈。700块钱，这个大哥又让了我了50，650哈，这个大哥还是比较给力哈。昨天说的少700不卖，我说的能最能吃了，一天都吃多少斤狗粮，喂不起，少一点，少一个就少一个，就少吃点。650了哈，下面上面的哈。有喜欢的就可以买给老人养，这个比格哈是小型猎犬，它也不咬人，性格比较温顺啊，比较温柔，就是稍微能叫一点，掉毛呢也不是太掉毛。再测，接着测。啊，等一会儿啊，大哥，你剩下的这些大的几个月的你还能杀价？咋这昨天还1200了，今天又1400了？昨天能卖完了？你在上哪买完你？你老是，你想买不？你别，这个又变成1400了，我的天嘞！咋这还傻叔呗？这越来给你加市，你还越贵。那个公的，这那个公的，我一眼就看出来这个开白的公。这个小公公哈，嘴巴、鼻子、眼睛哈。咱今天收获比较好啊，今天大清早来到这里，咱现在拿下5条狗狗了哈，咱一会就送村部发货去，等这个结果出来了咱就去发货啊。这边还有哈士奇，柯基秋田，柯基1000左右啊。这边你看还有德牧、哈士奇啊、拉布拉多、德牧柴犬，这个柴犬不错啊，这个柴犬看看这个多漂亮。还有小鹿犬、马犬、杜宾、金毛、雪纳瑞哈，那边还有小博美、比熊都有啊。等那个结果啊，出来了吗？检测结果是健康的哈，哎，看一下哈，这个 T 这里如果出现红线的话，坚决不买。细小是不能买，如果有冠状的话没事，冠状就是有点受凉了，拉了一点点稀，吃点那个土霉素，还有青大霉素，或者是人的药店里面去买个2块钱一包的那个妈咪，一吃就好。大哥，你帮忙把那个拱鼻哥这个，你给我放，我拿过来行吗？我拿走，马上来给送线啊。行，好，咱现在拿走哈，就这条，咱去发货去啊，我放那个拖行布。今天的收获比较好啊，比以前啊稍微逊色了一点，以前每天都10来条，现在每天都7、8条，咱下午还得再抓几条哈。哎，这家吞云布来，大爷给我拿笼子，对，放那里边，我弄个水杯一会儿来看看啊，咱这边这不还有一个巨龟哈，看小杨哥的巨龟哈，花色巨龟啊，2条金毛，一个大哥找我要2条血统金毛啊，双血统的，你看这头板多好，在睡觉哈。还有个杜宾，看看杜宾帅不帅，看这杜宾哈，5个月的杜宾哈，3000多块钱拿下的啊，合适不？咱再接着去啊，接着去淘狗去，来关注一下，我现在就填单子，给大哥拿点狗粮去。